海鲜几乎堆成小山，海味不比而来。仔细看波士顿龙虾，中心充满虾膏，口感饱满的水场蟹脚，吸收碳烤酱料，衬托海鲜原味甘甜。帝王蟹脚、扇贝、蛋菜等送进热水，不动30秒就起锅。波士顿龙虾虾子得用180度高温，短时间油炸，瞬间逼出甲壳香气。就能加入碳烤红酱，小小师傅来回翻炒，大火收汁，让酱料包覆海鲜。搭配这个烤过的蔬菜跟大骨，然后还有高汤，还有一些综合的美式的一个综合香料下去做熬煮，这样来去提炼出这样的一个碳香的一个酱汁。看准中秋烤肉，民众最喜欢的食材，根据统计，第一名就是海鲜，第二名才是肉片。但烤海鲜难度很高，容易烧焦。那我们有发现，其实民众喜欢吃海鲜，但是呢，它海鲜其实容易烤得超微大，那有将近1/3的食材是丢弃的，所以我们有希望就是用另外一个另类的吃法呢，可以让民众在家就可以很轻松的吃到海鲜。新天地餐饮集团推出海鲜桶，欧美集团也端出3大和牛烧烤店，以蔬菜为主力，北农也开卖烤肉组。各家业者动起来，抢购600亿的中秋烤肉商机。民视新闻美工的洪导。